根据社畜的周末日记34，出门前抓紧整理格，不敢烫了，不敢烫了。剪完了，成果展示。超讨厌日本的大胖鸽子。周末的新宿桥头就是人超爆多。新宿的药妆店果真是大啊。这种老头衫是怎么回事？来不及买个枕套。晚上顺便跟个韩国人吃饭。带大家看看第五季的结果。终于赶上回家的末班车。家人们，我刚刚在电车上不小心睡着了，然后坐过站，现在电车也没有了， taxi 也没有了，我需要走1个小时才能到家，那就走吧。